灵异荷塘。旧时人来人往的渡船头，即便今朝走在其中，亦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繁华与人声鼎沸。然而位在旧渡船口的路上，一栋显眼的西式洋房，直至今时依旧引人目光。这是建于1874年，清同治13年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的中药铺。建筑本身是清朝末年最流行的洋楼样式，楼面以红白相间铺成，二楼还有突出的小花台。店内的药柜上保留当时样式，还陈列了许多百年青瓷，让店铺内显得古色古香。店内目前还有贩售老板自制的八仙果、中药橄榄、酸梅汤等，每一个都是以古法中药炼制而成，几乎都是来到这里的人必买的物品呢。